那今天我们这场演唱充分的表现了我们台湾人的包容力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现场来了谁啊？我们有男同志、女同志、猪啊、料理猪的人、原住民以及消费原住民的人。艾丽莎莎号称台湾 IU Taiwanese Idiot YouTuber。 德仔啊，你刚刚说你的本名是叫什么培德啊？贾，你姓贾哦？贾，对，你的姓氏跟你很合哎、欸。你是不是出柜之后才姓贾的、啊、？Born this way。他除了姓贾之外，他连说话都是假的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他刚刚在台上说他的频道观看次数比我还要高 ，It's not true。我查了一下，他有一些影片的观看次数连一 K 都没有哎、欸，没有 K 的影片。哇，请问你是撒太油吗？那今天我们这场演唱充分的表现了我们台湾人的包容力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现场来了谁啊？我们有男同志、女同志、猪啊、料理猪的人、原住民以及消费原住民的人。艾丽莎莎号称台湾 IU Taiwanese Idiot YouTuber。艾丽莎莎的失言啊，就像是 YouTube 广告一样，你很不想看，但是不可略过。你以为已经播完了，结果还有下一个。今天是 YouTuber 场，阿迪知识型 YouTuber， 艾丽莎莎搞事型 YouTuber， 除佛瑞德跟乔瑟夫靠助理型 YouTuber。哎，你们都取英文名字哎，这样子你们在频道里面讲英文的时间比阿迪还多、哦。搜寻苏立博，推荐的关键字就会出现艾丽莎莎。搜寻大蛇丸，根本搜不到火影忍者的大蛇丸。今天是 YouTuber 场，阿迪知识型 YouTuber， 艾丽莎莎搞事型 YouTuber， 除佛瑞德跟乔瑟夫靠助理型 YouTuber。靠 Peter， Joseph 靠 Kevin， 哎，你们都取英文名字哎，这样子你们在频道里面讲英文的时间比阿迪还多、哦。阿迪之前登报 Taiwan Can't Help 都没有人要相信，因为呢，台湾这个词啊已经被太多人滥用了。大家仔细想想看，彩华姐号称台湾滨崎步。艾丽莎莎号称台湾 IU， 台湾的国际地位就是这样毁掉。延上艾丽莎莎单点喜剧大片独家首映，只在哈咪 Video 看网红馆。